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ax Honor 大设计。家里发现一只蟑螂都已经够让人炸毛了，要是让你和61只蟑螂待在一起，应该会疯掉吧。不过四川西昌就用 AI 造就了世界最大蟑螂工厂，这里每年蟑螂的产量可以达到61只，规模大到可以和全球人口数量相当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蟑螂，数量如此之多，实在是让人头皮发麻。这些蟑螂不但住得舒适，还吃得好，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给他们定时投食喂水。据悉，这61只蟑螂每天就要消灭掉10吨的食物。为了可以观察到蟑螂的生长情况，他们采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制造系统去进行养殖，还可以收集到温度、湿度以及食量等80多种数据，可以说是相当智能化了。为了不让这些蟑螂有越狱的机会，基地采用了封闭化的养殖方式，从室内到室外必须经过3道门，外围还弄了一条水沟充当护城河。不过养这么多蟑螂究竟要用来干什么呢？你别看蟑螂样子不怎么讨喜，但药用价值却非常高。这些经过无菌化养殖的蟑螂不会带有任何致病的细菌，经筛选、清洗、烘干后，直到检验合格就会磨成粉入药，对于胃溃疡、胃出血、口腔溃疡以及烧伤等创伤都有良好的疗效。工厂靠着它们，每年的产值可以达到10亿元以上。知道这些药是用蟑螂做的，你还会吃吗？视频元素来自 Reply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